那下汤圆喽。对。我煮汤圆喽。手要扶着它，手扶着它，我用一年的成果，对呀、啊，哪里嘞？在这里。棒哈、哦！哇，好可！烛光晚会待会。结婚周年庆祝。哎，我来点蜡烛。这里有点甜甜蜜蜜。这些很好吃的，来，你来找，又比较偏吃。这里乖乖哦，乖了哦。等到妈妈在吃东西，明天就得吃了哈、哦。还有啊，也是，然后到了是放在你们那边，你是你们带的吧？你这个云南带的些万一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带什么东西呢？你给单位就是想干什么？什么东西嘛？这样子，这个呀，你看，你叫他接电话，然后他就拿出来的，你看，我还说好些，那个是工地里头那些。在人工在都在哭声中，他没哭啊。他就是越哭越更伤心。好丑，哭起来。哇，大嘴巴！好大的嘴巴，哇，不得了！你要站起来？有啊，就拍啊。哇，咋听？哎呀，哭这么大声！乖呀，不要哭哭。嗯，这哭哭哭。心疼了。又哭了。好了好了。不好，别人都在哭。今天还耍了一下，没有，啊，那就不能喂了。那个喂牛奶。好嘞，然后倒款呀。
妈，给你倒看嘞，倒计嘞。倒计哦，计哦，好哦，计不好就无倒啊。来，这个里面哈，好像是一百吧？那他为什么拿两百？他先谢谢你哦。你有做两次吗？没有啊，就一次而已。你问他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那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你等一下。嘴巴好小，以后要穿的。那你买看我快点去。得不得？还小头头，还小的头啊。人家生大号，我生小号的也用这么大，又一包啊！这玩意移动的，我这个也挺好的。有没有我爸爸？啊？没有二便便。又给我抱起来了，讨厌！臭妈！看这里哟。好像会抱奶瓶的样子，我自己抱奶瓶的，要减轻妈妈的辛苦了哦。看爸爸。洗澡的时候也帮他照一张，靠近你。吃到洗漱球。请出给你拍照。啊？请出给你拍照。你都有拍呢。啊？你都有拍呢。
较好命，我就讲较好命。嗯。无。啊，你来翕相。小青啊，坐近一点啊。嗯，不用这样，过来太近，走吧。我是要改下去了，开始了，开始要改下去。我每次洗澡都哭得好大声啊！啊，你敢有够好？伊甲伊野话菜，唔免收，唔免回照，就安尼洗就好诶，唔免过用遐回照。阿妈，阿爹遐去，来你老师去，好唔好？阿爷专门吼，遐幼婴仔洗，出世囡仔，就洗起来。啊，我做起来，做起来，做起来，香啊！伊迄个香哇，真气味，真好，你无甲评价。等一下，他下水了，真的很热，真的很想小青啊！我都叫他小青了。放晒吧。再放下水。早晨拉那么多了，现在又拉了吗？哎呦！怪样子。泡咖，不爱洗澡的小孩。小青蛙。在哭啊，在哭啊。哭啊！儿子的屁股有一个凹青的做记号的，撑过我做记号。好舒服哦，阿嬷跟你洗澡好舒服。还叫？该干干。今晚可能是那么腰了。今天尿布。哦，今晚你那个过来陪陪了呀。他的奶比我的奶吃的多。我就
乖啊，乖啊。那个转一下就可以倒出来了。有脱皮呢。倒出来就好，直接倒。妈说那个直接倒身上就好，那边不是有洞洞，直接往上倒，倒在那个拍就好了。倒出来呗，哈。凉凉哈，好香香哈。吃鸡腿了，把那个布拿走了，再吃一斤呢。就把那个浴巾挡一下，把嘴挡到，拉起来。嘿，看这里，对哈。可以买那个尿布太烂了。什么买尿布太烂了？太烂了。Hello。太烂了。嗯，嗨。哎，他过得搞坏。来，鸡两面，来，哦，红头鸡两面，啊，好亲戚来烧片，啊，孙啊，孙呀，早起来无带钱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剃头，过来，来，嘿，依依，你妈乖呢？哎呀，要乖乖哦，起来啦！Hello， 睡着啦，起床啦，大家喜欢你啊，嗯，嘿、hey, ，hello。
真是满月呢。那西沙哦。爸爸，我们儿子在穿漂亮的新衣服。穿漂亮的新衣服。漂亮哦。啊。其他不要多。包子，现在还比较失望，是个泡面，只有加拍一个。这样子才，才表示。天哪！嘿，拿相机，拿相机呢？你找找。这样表示你两个都穿那么邋遢。没有关系。这样表示我这很高，很大。等一下给阿妈看，小乖乖穿漂亮的，小乖乖看爸爸，看爸爸来，看你，小乖乖穿漂亮的新衣服啊，他的窗户没有关，那没电。Hello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哟！穿这么大的衣服，好了好了。我等他练完真难。对，我还没练。阿姨，他最漂亮的姿势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在跟我照相呢？哦，看来我这个一闪，他现在在对我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对闪强光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真不奇怪。嗯，那我穿这么大的衣服，小乖乖，哟，我找全家福了。哎呀呀！不过照全家福了啦，穿的什么衣服嘛？衣服不要穿，披一件就好。哎呀呀！就穿来帮我们照顾的。哎呀呀！快啊！哎呀呀！娜娜。啊，那镜头下面红的不要再录了。来看小一，小一。嗨，看镜头。哎，我可不可以动？可以动啊，你可以动啊。看阿姨手这样拿，不要给它震动太厉害了。看阿姨，就不会录了。先去小姨买药。那个镜头放近一点，放远一点就按那个。小姨啊，乖乖啊，哈、哦！看阿姨，在录音呢，在录音呢，快录下来了呢。快写来，哎呀，大脸。嗯，来来来，穿阿公阿妈买的新衣服啊，漂亮啊，嗯。太苦了，这一天都没有睡好，今天晚上才好睡，今天晚上连脸没好睡。要不要跟阿姨照一下？可以跟阿姨照一下，没关系。啊，可以跟阿姨照。你们压掉就好。红的再压一下就好了。再见啦！转，哈哈，不转你的脸要转了。你转过来好了。嗯。转过。他一个尾巴，他一个尾巴。好来。
吃呢，哈哈。等一下，你带下去跟阿妈炸好不好？以前好多客人。阿妈就好了。小姨姨，小姨姨。呆呆的样子，衣服啊，颜色。哎呀，他真的在打哈欠。乖，在这里哦，爸爸在这里哦，啊，站得好漂漂啊，啊，哎，笑一下，漂漂啊。你们在放炮哦，你们吃饱都没有吃饱哈、哦，门户大开，穿的露腿装，谁在抱你呀、啊？爸爸还旁白耶。嗯。妈妈，爸爸还旁白耶。要看清楚一点哈，笑笑。Hello， 看爸爸，
都不乖乖哦，要当个乖小孩，知道吗？当乖小孩不可以随便哭哭哦，知道吗？乖乖，不可以哭哭哦，吃奶奶哦。要吃得饱饱的哦，才会大大哦。快吃！谁在喂你吃奶奶？是妈妈。你要听话哦。看妈妈，快吃！快吃，妈妈才喜欢呢。不吃妈妈不喜欢呢，快一点。笑到有心啊！你看，好乖，你让他又给他照全身。他全身的来 ，Hello， 看爸爸，有领子的呢，那个 T 的哥哥，知道吧？比龟比棒啊！这人耐快到极限了。小飘飘哦，这里啊。来看爸爸，爸爸看爸爸，爸爸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下一个，看这里啊，baby， 我是小 baby。我是小 baby 来，哇哇哇，下下下 ，Hello， 在哪里呀、啊？叫叫叫叫叫叫！哎呀，好高兴哦，好高兴哦！
哦哦哦，好高兴哈！哦 ，Hello， 你要吃蚂蚱啊？要吃捏捏的啦！一天到晚就是在哭，就是要吃要睡。哦，要吃要睡，又哭又笑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啊，要哭了，嗯，嗯，嗯，你在干嘛？哭哭哦。这里呀、啊！哇哦，哇哦！来，打开看，不要给，不要给他吃。小乖稀稀疏疏了，哎，咦，唱哥哥哦，啊，笑笑了，啊，笑不出来了。
睡觉好坏哦，这么早就醒来，10点睡也是4点醒来，8点睡也是4点醒来，每天都这么早起，这么早起干什么？这么早起干什么？这么早起干什么？哦，嗯，下一个，下很大一个，下很大一个嘛，啊，下很大一个，快点，呀，呀呀，要睡觉了，已经没有精神了。我刚想要睡觉了啊、哦。想要睡觉找爸爸哈，你说爸爸我要睡觉觉了，爸爸我要睡觉觉了，我累了。爸爸我累了，我在打哈欠呢，跟爸爸说话。爸爸，我累了。儿子在看你耶。咕咕咕咕，你跟爸爸说话啊？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小乖乖，叫叫叫！你笑笑，你都没有笑笑，笑笑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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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哦哦，他给你录下漂亮呢。今天是3个月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呀、啊，满3个月呢。
三个月大了呢。啊。起来，来撑起来，快点，撑起来，好棒啊！哎呀，快点啊，再撑起来，看爸爸这里，今天满四个月呢，啊，今天满四个月呢，好来，再撑起来，看这里，哎呀。哎呦，老天爷了，老哥，来看这里，来。
拜拜身，乖乖拜拜身，快点，妈妈才喜欢你哦，好不好？拜拜身哦，乖乖。来，用力，翻身来。都不费笑，只费哭，不费笑。是妈妈、阿嬷常讲的话。嗯。谁在给你浪？谁在给你浪？他在看爸爸啦。爸爸在干嘛？爸爸拿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拍电影啊。拍小电影啦，拍限制级的啦。边走边走，你会跑，会跑会照不到，会动的厉害。看这边啊，不要过去啊！啊，下一个。叽叽叽叽，阿啾啊！200岁了。叽叽叽叽叽，哎，下一个嘛，来。来。电影下一个。叽叽叽叽叽。好了。叽叽叽叽叽叽叽。等他。下一个好吗？下一个呀吗？哎呀，不笑好讨厌哦！来，啊，忧郁小生，抓毛巾干什么？下一个好吗？是大声的好不好？小哥哥，都吐口水了哦。
Hello。你怎么躺成那种歪姿势啊？哎呦，垃圾鬼！垃圾鬼，你在干嘛？好大一口哦！哎哎哎！要吃回去了。人人来看会笑无？袂笑安尼。爸在拍限制级的小电影啊。你在呀？看爸爸。主要它这个规定不知道怎么规的。弟弟，咦，来呀、啊，笑笑啊！来，跟爸爸笑一个来，看爸爸，都怕被摔下去，手抓那么紧，他现在两手都抓住了。喂，这里是中央大学啊、哦，是爸爸的学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好高兴啊、哦！那马上去飞吧。哥哥，这里是中央大学啊！高山反应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在这种地方。